从表现上就是一个很明显的结果吧，就是从不会打球到会打球，从不会中锋的动作到会中锋的动作，从不能扛起责任到可以扛起责任，我觉得这是我学到的。那我觉得他竟然是在有点像一块璞玉，还没有被雕琢过。不过经过四年的历练部分，我觉得他已经慢慢变成一把利剑。对于应子来讲啊，佳恩姐希望你以后做每件事情能更坚持，然后要去勇敢的面对你自己的问题。二年级的时候，也因为我自己心理的关系，或者是我上场的关系，我很想放弃，我真的是有够想放弃的，但很谢谢我自己撑下来，撑到最后，我看见我自己的成长。我觉得秀妍她就是一个刻苦耐劳然后认真的一个球员的部分，我都说她是用生命在打球的球员。对，那我们只要你下定决心，很多东西你都可以做得到。那我觉得很多东西不一定要钻牛角尖，去问问别人的想法，你会更快的时间更有效率找到你的答案。觉得这算是我 UBA 出场率最高的，就是参与感很高，所以在心情上面就是很兴奋吧，就是在比赛前很兴奋，但我现在拿到了，就是我很谢谢我自己，也很谢谢我的队友们帮我拿下了这个4连霸。所以就是说他在今天比完赛以后，他的压力完全释放，所以这个哭得泪流满面。这个我也很心疼啊，因为毕竟这个要拿到4连霸，这个成绩真的是不容易。我想他完成了，我也证明他在这一年的付出，其实他是成功的了。拿了这4个冠军，我觉得荣耀里面有我爸妈，他让我拿到了这4个冠军，应该说支持我，然后也相信我可以。然后其实爸爸在我这4年 UBA 以来，今年是他第一次出现在 UBA， 对，所以让我很感动，让我很想要证明给他看，说你女儿是最棒的。